平川说冷静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FQQ 的非主流对抗。本场对抗相当有意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啊，地图选择的是 CH 隐秘之丘，出生在地图左下角，蓝色的兽族 ID 叫玩魔兽养猪。哎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这一次 FQQ 居然选择用兽族，而且他的对手也挺有来头啊。他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，红色的人族 ID 叫坦克国王。哎，也是一名非主流的人族玩家。不过 FQQ 和坦克国王两个人人族大战，还是 FQQ 的胜率稍微高一点。那这一次 FQQ 用兽族，哎，打和他差不多的一个人族，我们看看会不会有新的火花啊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，这边坦克国王还是选择大法师的一个首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FQQ 这一边，哎，没有造战争模仿，这边先出大技，然后坦克国王是直接在这里怼了一个房子啊，做侦察用。坦克国王非常喜欢到处造房子啊，当视野。好， FQQ 五、哦、选择牛头人酋长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打不过就加入吗？想当初是吧，小 KK 用这个战术赢了 FQQ 好像有两三次，那这一次他好像也想试一下这个战术。我们看一下 FQQ 啊，作为一名非主流的人族玩家，用兽族的非主流战术能打出什么样子的效果出来。好，开局的话这边祭坛造的有点慢，所以前期的话主要还是出大祭。另外一边啊，我看一下坦克光是没有放兵营，哇，战术和 FQQ 差不多啊，就是首发大法师穿敲啊，不造兵营，完全靠民兵来练。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大法师开局打了一个幻象权杖啊，还是很 nice。 好，这边人族各种造房子，两个大技了啊。那 FQQ 的话用牛头首发这个战术，那就是要拼尽一切力量啊，让牛头到五级。当然到三级的时候也还行啊，三级的话二级冲击波，但是到五级之后三级冲击波那可是毁天灭地。好，一技能升的是一个光环，那先练级。这一边坦克国王的话也是在慢慢练，而且他就靠大法师一个人啊，靠水元素慢慢练。家里的话看一下，看到对方兽族的一个打法，那家里要多造点塔啊，尤其是老牛的一个首发。喂，这里小农民采矿的有点多啊。好，牛头的话第一个点练的点比较的小啊，打了一个隐身斗篷。那这个地图的话啊，没有勾闪电盾的位置，所以练级效率并不是特别的高。但如果你练什么 TS 啊，那张地图那就相当爽了，还有 EI 那张图也是比较的快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直接拆对方的一个违章建筑，大法师的话可以考虑买一个鞋啊，买个鞋买个单船，然后追杀这个牛头，各种来偷偷点你的血量。好，再等，买了一个头环，哇，这个大法师是拼输出的吧，大法师买了一个头环啊，双头环，再配合这个鞋子跑得非常的快啊。好，牛头第二个点直接是练分化，大法师哎，还有个幻象啊，哇，这个大法师已经三级了，双线敲民兵三级打一级。好，牛头也是终于到了二级，这练级被抓，牛头很危险哦，对方是有鞋的，双头环再加上一个鞋，这个移动速度还有攻击速度都非常的可观。这边牛头要不要去买一个鞋，也去买个鞋吧，自己有光环，然后配合鞋移动速度啊更加的快。好，果然也是买了一个鞋啊，家里的话商店造了，但是并没有去买药膏啊，家里还在出大计，战争模仿造一下，到时候家里的话主要是这个建筑升个城防或者是尖刺障碍，因为人族很喜欢拆地洞啊。好，这里三个大水源疯狂的拆啊。好，大计的话绕了半圈，想练温泉，这个点能练掉吗？老牛一个人在这里泡温泉，刚才可惜没有去买一个单船啊。好，大法师我们看一下，一个二级一个三级，好，二级的幻象消失，现在的话哇，四个大水源在这里有点吓人啊。好，大祭过来练一下温泉，那练完这两个点的话，老牛差不多应该可以到四级。这里看到违章建筑啊，又想拆一拆，大祭的话看一下，哎，他没有直接练温泉，而是闪练这个点已经被练完了。大法师哇，还在兽族家里疯狂的拆地洞啊，这一波拆的有点猛啊，幸好有几个是幻象啊，不是真身，否则的话这小古文可能真的是修不回来。好， FQQ 花了巨大的一个资源，终于是修住了修住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去升本啊。看一下牛头直接过来对拆，你拆我我也拆你，这边坦克国王家里的话塔有点多啊，1 2 3 4 5 5根塔，
而且主要都是圣塔，就是限制老牛，所以老牛的话得远远的放个冲击波。好，慢慢拆啊，这边家里的话是吧，升个掠夺，慢慢拆，哎，赚点小钱。哎呀，这个地洞还是被拆了啊，兽族的地洞相当的脆。好，这里我反拆你一个商店，五个大 G 了，这里继续拆，你回不回？不回的话，这里没有一个箭塔。好，看一下，两根箭塔在升级当中，牛头冲击波，现在二 G 的牛头冲击波不是很厉害，大法师还想拆，但是身上的魔法值不太够了。双头环的大法师叔叔确实给力啊。好，牛头再来一个冲击波，这边小农民有点修不过来了，老牛现在没有蓝了，可以的，可以往前冲了啊。这里有一个光环，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分别有所提升。哇，摸掉了一个小农民啊！大法师赶紧回家防守一下。啊，这一波大祭残血的要拉回家，大法师呢可以打收割了。哎，点掉。好，水元素一招。啊，这里不能跟大法师硬刚了。这个大法师毕竟是输出装的大法师。好，大法师贴了一个净化药水，那还得去继续招水元素。FKQ 现在老牛这一波其实没有赚到很多经验值啊，只是拆了对方的一些建筑。好，过来找机会练一下中间这个温泉了。那老牛二级感觉就是差点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大法师又开始去进攻了。人族这套打法的话就是塑身科技啊，后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出点什么施救或者是男女巫。这里的话牛头好练温泉了啊，大祭皮糙肉厚啊，泡着温泉这个点还可以练掉。当然对于这个红龙啊是无能为力了。这边哎啊发了一个熊猫，好，过来追了，待到了你在这里链接过来追杀一下。这里的话被红龙喷的大祭也是有点伤，哎，这个残血的大祭要被收割掉了，倒下，熊猫一口火一喷，那老牛找机会撤了。这一波的话老牛经验值拿的并不是特别多，哎呀被抓了很伤。好，这里硬怼大法师，大法师有熊猫在掩护不怕，加上两个大水岩， FKQ 开局并不是很顺啊，就是练级节奏规划的不是特别的完美，毕竟是吧，也不是专业的兽族啊，这个战术估计用的也不多。哇，又一个大祭要被追杀掉吗？那大法师这个输出确实给力，好，熊猫再补一个伤害，一口火一喷，大祭倒下一个。这里 FKQ 有点亏啊，这双方的话英雄等级差距有是吧，科技差距也有，那就看老牛了。接下来就看老牛能不能找一个比较刁钻的位置啊，把等级速练五级。好，人族二本身好是直接跳三本了，直接跳三本，加雷塔很多。这边熊猫大法师开始练级了， FKQ 现在怎么办？还得找机会练到三啊，没有三级这一级冲击波确实非常的抠脚。攻防的话大祭升了一攻还可以的啊，升了一攻后面拆建筑会稍微的快一点点。这里熊猫看能不能练到三，熊猫到三级喷大祭也很强的，现在一级火喷大祭的话也是挠痒痒。好，现在 FKQ 又憋到三个大祭继续练，练完这一波老牛应该可以到三了，三级之后有二级的冲击波，接下来找机会把这个温泉也练掉是吧，差不多就到四了。四级之后呢再练几个点啊，到五级，五级之后啊就是吹响冲锋号的时候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坦克国王还是选择双神秘圣殿啊，出法师不对，尤其是出点破法，破法的话哎限制一下你老牛，不过大级打破法还是比较的强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在人族就是双英雄去练级。哇，大法师三头环，他估计是想用个五头环的大法师，输出还是比较的给力。好，这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嘿，我老牛啊还是惦记着你啊，过来继续练。大祭现在一攻零防二本身好，哎 ，FKQ 的话没有头铁一直出大祭啊，他还是转型啊，出点兽蓝，后面的话出点空军或者是出点狼骑啊，这样拆建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。我们看一下牛头练完这个点三级一大半，但是红龙暂时处理不了啊。家里呢还在出大祭，人族依然靠民兵。那熊猫练完这个点的话，也是三级半了啊，身上还打了一个蓝牌，相当的 nice。有蓝牌在，后面的话输出起来还是比较的舒服啊，尤其是各种喷火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打了一个什么好的道具，打了一个吼叫。另外一边 FKQ 过来练一下对方的分矿。那这一阵子的话，老牛练级并没有受到干扰啊，还是练得非常的舒心。这里房子一个啊，大法师快四级了，再造一个房子。谁给你打了一个头环？五个大祭，老牛啊，小试牛刀了。哎，我四级了啊，比起刚才来说，哎，怎么突然之间又见面了啊？熊猫一看，哎，我也试试我的火力，哇，这个九火一喷，大祭要不要硬冲？
啊，心想这个大法师的装备有点好，而且有避难啊，杀对方的英雄估计是杀不掉了，自己还是先撤一下。好，老牛和大G分开来撤，老牛的话要买个单船，没有买单船，他找机会去仁泽家里放放冲击波了。这里大G皮糙肉厚，可以扛一下。好，仁泽三英雄也出来了啊，出了一个升级式啊，仁泽就是用三流氓的一个打法。这边继续追，哎，突然听说熊猫你一个人追着我们一大波部队是吧，看不起我们斧头帮是吧，啊，斧头帮突然发难啊，熊猫的话也是反应过来赶紧撤。接下来老牛这一边啊，可以考虑再练一个温泉啊，练完这个温泉马上就是老牛可以考虑买个单船啊，去冲个冲击波，然后单船回来把这个点给练掉。 FKQ 呼已经准备好对付对方的空军了啊，但是这一集坦克国王没有用空军啊，倒是坦克国王哇开始开矿了，六根塔一放，五根塔一放，这个分矿开的啊扎实。好，老牛过来一看，哎，看见了，好，找机会冲个冲击波，哎，小苦工啊，小农民四散拉开来，可以的，不要在一条直线，好，还是找到一条直线，三个农民，这里看能杀几个，杀个两三个，这里疯狂卡位，哎，升级是我还奶一口，你可能老牛一个也杀不了。这一局 FQQ 不会用这个战术，哎，自取其辱吧，感觉现在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。好，这里偷摸摸的过来练个温泉，练完这个点老牛的话应该有四级半了，离五级越来越近了。老牛的话前期啊想找地方练级是真的呢，人族现在三英雄，好，守着自己的分矿，分开生好是吧，我双矿打你单矿，三本打你一打你二本，巨大优势哦。不过牛头到五啊，这一切皆有可能是吧，牛头到五级这个效果完全不一样。好，自爆来了啊，就是防止人族出空军，但是对方好像没有出空军。这里人族资源够吗？350块钱、啊、差不多够了。 FKU 倒是存款很多啊，1600块钱存款。这里的话，哎，好，把红龙给撞掉，发现对方不出空军，要把红龙给处理一下。牛头练完这个点的话四级一大半，人族还在等资源，资源差不多开个矿，家里的话铁匠铺一造就是不出空军，过来看一下自己的分矿，哎呀已经被对方练完了，好，找机会开个矿吧，小苦工都拉过来，而且1900块钱存款， FQ 这个存款是真的多啊。好，练完这个点马上，哇，这里就果然自爆把这个红龙给爆掉了，还有一个力量加六，好东西啊，牛头赶紧去捡上来，力量加六这个血量的话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这一波牛头啊，13分钟终于到了五级啊，太不容易了，牛头一到五，呵，可以发车了，可以发车了啊。大G的话现在是一攻一防，那人族守了半天，对方没有进攻的欲望，所以要主动进攻啊。人族三流氓输出也是比较给力啊。好 ，FQQ 要开始反打了，牛头隐身，单船鞋子安排好，要开始进攻了。哎呀，自己想开矿，结果对方很早发现，没办法，矿是开不出来了，那只能够闷着头进攻了啊。五个大G，再加上两个自爆蝙蝠，哎，对方的话还想出点什么坦克之类的啊。出坦克或者是飞机处理一下你的自爆，这里抢修一定要抢修回来。好 FKQ 来了，哇，五级牛头，不过对方生好了反应啊，你这个隐身好像用处不是很大，一个冲击波，接下来再来一个，这些塔估计就要没了啊。那接下来人族三流氓啊，赶紧回家守一波，这要不守的话危险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这些塔两个冲击波，这些塔都处理的差不多了。这边老牛养精蓄锐，好，又一个冲击波，啪，哇，老牛的三级冲击波杀农民拆建筑，那真的是猛啊。那看一下这里双方开始乱战了啊，哎，老牛有点怂，好，还是交个 TB， 毕竟在对方的主场作战啊，一不小心可能小命就送掉了。那这一波战损也不错啊，赚了不少的塔。看一下接下来的话，好， FQQ 要开始转空军了，发现哎，对方不出空军，要不我出个空军试试效果。这边要转空军，牛头的话现在主要是保证自己的燃料啊，金花药水、法力药水哇，直接吃掉，然后再买一个继续冲。这一波 FKQ 45人口，坦克国王33人口。现在坦克国王的话，前期造塔花了太多的钱，导致没什么兵力作战啊。那这一波能不能防住？我们看一下。这边人口不是很多啊，出了两个女巫，靠女巫来减速限制对方是吧。牛头来了来了啊，这一波的话五级牛头啊，状态全满，
一个冲击波，再配合这个空军限制一下你的圣骑士，圣骑士一技能甚至是加血，没有自保能力啊，飞龙先把对方的塔皮子给点掉，这边想杀大法师，哎，大法师突然被来了一个十字围杀，好，这个冲击波全中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没有冲英雄啊，冲的是塔，大法师被围住了，怎么办？这里熊猫好，有避难，双避难在手，圣骑士还能奶一口，双方的话在这里大乱斗啊，一个冲击波，哇，这个冲击波冲的很不错，一条直线，老牛现在差多少经验值啊？差个123点经验值，马上到六，老牛看有没有机会到六啊？六级之后啊，就非常爽了，啊，再把水元素的经验值拿到。牛头现在差个50多了，哇，人族你看他双矿在手，但是真的是没什么钱出兵啊，一直在造塔租道具 FKQ， 哎，还想再开个矿，可以的，这前线造了一个商店，随时补给，又是几乎满蓝了，又往前冲，前期的话兽族积累非常多的一个资源，好，贴了一个加速直接过来冲，哇，人族主矿只有两根塔，这里直接屠农嘛，好，先把塔给插了，然后再杀你的农民，这一波老牛应该可以顺利到六了，啊，对方有飞机，牛头到了六级，牛头到六的话可以直接硬怼了啊，哦，有两条命，好，飞机把这边的飞龙给处理一下，圣骑士哎吃了个血瓶，这边可以吃个一个无敌了啊，一进升到了二级，好，牛头一个人怼人族全家老小，哇，这么多残血的小农民，哇，一个冲击波，哦哟，这个冲击波不是很准啊，如果这一准一下可以倒下一片，好，牛头现在的话还有一条命。问题不大，可以把熊猫给怼掉，熊猫哎呦没有来得及撤，完了，这个牛头要大杀特杀了，哇，看来这个战术是真的强啊，前期这么的亏，居然后期还有的打，来了来了，把牛头直接送一条命啊，有种弄死我，弄死我之后我再把你给弄一遍，我们看一下大法师打死牛头没有经验值，人家还满血满蓝复活，所以这个牛头是真的不能弄死他，你弄死他就是自取其辱，哎呦，一个冲击波，人族主矿的农民几乎都死完了啊，接下来就一个牛头，哎，这牛头他的想法还是想拆对方的一个建筑啊，他想拆建筑，冲击波最好是冰和人穿不中，家里的话兽族分矿马上开出来，哇，那马上形成双矿打双矿，关键这个人族的双矿要打点折扣啊，啊，牛头过来，哎呀，这里商店又补一下，甚至还可以泡个温泉，哇，这张地图对于兽族太友好了啊，哇，没血量泡个温泉舒服，家里哇开始转狼骑了，狼骑还生好了这个携带还有掠夺啊，甚至可以带一些装备给自己的老牛，老牛泡个温泉，那狼骑又去拆了，这一波一拆人族三本基地要交代了，那分矿这里没有人口，想出兵也出不了，这一局坦克国王哇也预见这种战术好像也整不过啊，看来小 KK 这个牛头刀斧手的战术啊是真的猛，来了，那狼骑拆一拆，冲击波冲一冲，三本基地估计是要交代了啊，好，大忌残血的泡泡温泉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，人族想对拆，身上的话有 TP 吗，好，大法师直接用暴风雪提高一下拆建筑的效率，那牛头表示哎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拆啊，我六级牛头一个冲击波，哦哟，接下来大法师还想这边小歪是妖兽，好，坦克国王直接退出游戏，没得打，我们恭喜 FQQ 打不过就加入，没想到也有一个不错的效果，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